这个我们正常来讲都想要推人家，嗯，想要这个推这个推这个推，是。可是其实哈、哦，刺皮不刺骨，就是你不能用力啊，你想要用力了，你就破坏对方了。那刺皮不刺骨是你要彼此记得汪麦讲，你的彼此之间不能混合，就是说我不能推你，推你就是我用我的力想要推你的身体，这彼此之间已经混合了，所以呢，我是要轻轻的碰着你，然后用就是刺皮不刺骨，我用力就刺到你的骨，所以要碰到你的时候放着，放的时候让劲慢慢的渗到你的身体，然后才能控制你的身体，控制完了之后冲刺，哎，那这个有点了就可以发了。所以，不是拿这样的命给他乱推，就是拿着是放着渗进去，是，这样渗进去了。啊，渗进去以后又要变成点嘛？渗啊，我渗进去之后，对方就不舒服了，不舒服了，他就自然而然会找出一个点来给我。哦，是是吗？是你自己找出点给我。我如果是用力，一片，我就自己破坏了一个所有的东西了。是。哎，啊，所以我只是轻轻的放着，嗯，哎，啊，放着，你看你自己会找出点给我。哦，啊，我只要不要乱动，如果我放着了，然后我又乱动了，我又破坏了，因为我一乱动，我的意也乱动，我没有在放着，感受这个渗进去的感觉。哦，所以点是我不舒服以后我给你的。对，你给我了，哦，你给我这个点，你看按，啊，你自己出去的。哦，不是接点。不接面是不是你弄的，哦？不是我这样弄的，是我只是放着，然后放松了啊，然后我的劲已经渗进去里面，然后，啊，我不动，然后你会自己，你一动，你看你就自己找点给我，这点是你自己给我，我一动就变成点了，对，哦，哎，很好，你就自己找到点，是，点就自己出来，所以轻轻的哈，哦，例如说你摸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这个用力啊。这个用力对方指不出去的，是我轻轻的发手放这里渗透，然后我渗透了之后你就不舒服了嘛，是啊，不就不舒服了吗，对对吧，啊，我就是轻轻的这样放着，是，然后就不舒服了，是，好的，是，你看这个有了之后他就自己出去了，是，我全然是不能用力，不能在这个时候放着的时候，你要去改变什么，又要改变什么，改变什么，你又在想要用力，你一想要用力，你就破坏跟对方那点。我渗进就是我专注的渗进去，是，然后听着，嗯，听着对方的变化，是，哎，啊，变化有了之后，再慢慢的放，哎，放到这里有个点了，有吗？有个点了啊，这不就可以喝出去了吗？是，你看你跑不了，不是你不跑，是你跑不了。啊，这就是，彼此之间不混了。你摸我这里，你摸这边的时候，我这边叫做跟你混了。嗯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摸这里的时候，我其实是放着。嗯。然后我的劲其实就已经渗到你的身上去了。是。啊，渗到你身上去，我也不动它，带敌之动，或者啊，你看我找到你的整体了，有没有？嗯。你的整体我怎么动都嘛可以，因为我找到你的整体了。哦。我渗进去，我才能找到你的整体。嗯。如果是这样，这样就不行，这样就不行，这样我怎么渗？是。我这样是不是想要用力推你？对。我是放着。哦。啊，这样不就渗进去了？哦，放着才能渗透了。对啊，渗透进去，你说会是？对。轻放就可以渗透。啊，这些都是你自己打脸自己的，是完全不干我的事情啊！我只是做放着。渗透，哎，渗透，然后心静下来听，听对方的变化，对方有了变化，他自然就，对吗？啊，我就只是放着。或者刚刚你有救开始吧，啊，对啊，有没有？开始吧，啊，你不是去找，别的点啊？是。你怎么可能找得到对方的点？对方怎么可能让你找点？嗯，所以其实点不是你自己去找对方找出来的，是你放着，嗯，对，然后等啊，渗透了，嗯，有了，你看他说自己出来了，哦，是吧？我自己的反应做出来的，对啊，啊，你看你的全身都被控制了，刚我只是放这里啊，是，
你是没被控制，你看这个还连着，你看这又出去了，有没有？是。我只是放着嘛。对。就是放着嘛。哦、就我就放着嘛。可是最难的就是你心要能够静下来放在这里，可是一般人就是在这边就想紧张了，然后想用肌力了。最难的是你怎么先从松肩、松腕、松肘，然后松腕，然后松手、松腕之后，然后全部都在手上，在手上就是这样而已，不要是这样去做推演，就是放着，放着愿意就是要说老师愿意就是有点像是挂着，或是说搁着。嗯嗯。我只要搁着就好了，其他不管。然后你我就是用心去听着这个变化，是，然后再搁好，然后它就这样。我搁好，它就这样。是。就是搁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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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等等等等，然后再搁过来一点。哎，对，割过来，你看这样才有伸进来。哦。当我伸进来的时候，我身体，嗯，是不是自然会出现点出来？是是。哎，就是割着，哎，割着就出现点。哦。点就会在刚接触的时候才，它是会出现。哦。哎，啊，你是先推的。哦，是。割着。割着。哦。割对，哎，割在桌子上，你的手怎么割桌上？哦、你怎么割我？哦、割着嘛。哦、你为什么？割着就好，是是，但是最难就是你叫你割着，你不会割。是，太简单才不会。叫你割着，你不会割。太简单才不会。对，因为太简单了。可是这个简单就是难练，难练就是这个简单就是最难练。是是是。你看是不是自己变化出来了？是是。因为我想要，应该讲我想要维持平衡这件事情。嗯。但因为我无法维持平衡，嗯，我自然会想要找平衡。我找了平衡。找到我找到平衡，也找到你跟我之间的平衡点，哎，那个平衡点才能做出什么东西来。嗯嗯，是。嗯，但是简单是简单，做来难。是。那啊，是不是平衡点出来？哦，是。哎，就是我们俩讲经会知道，啊，别人可能看也看很难看得懂，是吧 ？OK。是。